赛季还有20来天就到来了，各路球星也有了各自的归属球队。詹姆斯远走湖人，甜瓜空降火箭，套辛斯奔赴勇士，德罗赞和伦纳德互换东甲，基本上球队的球星都有了很大变动。所以说新赛季必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要说闹出动静最大的非詹姆斯莫属，詹姆斯今夏的决定三，把自己的天赋带到了洛杉矶，成为了继科比之后的新王。新赛季他将带着湖人未来的超新星们开始新的征途。上赛季季后赛，詹姆斯独自一人扛着骑士艰难的前行，凭借着33岁的高龄打出了自己的巅峰赛季之一，同时也让外界惊叹他的巅峰到底还会持续多久。但是队友的表现实在是差强人意，纵使詹姆斯天纵奇才，也落得个独木难支的局面，于是再次倒在了勇士这座大山面前。当时就有很多克利夫兰球迷说，即使詹姆斯今年夏天离开了骑士，我们也不会怪他。确实他为这座城市付出了太多，还记得在总决赛1-3逆转勇士后，詹姆斯泪流满面冲着镜头喊出的那句 Cleveland, this is for you, 震撼了多少人，这是他对这座城市做出的承诺，那一刻想必他承受了太多。今夏詹姆斯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前去湖人，球迷们不怪他，欧文的离开，乐福的状态不佳，致使詹姆斯只能一人带队战斗，这中间的艰辛估计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季后赛首轮与步行者大战七场，四轮横扫常规赛第一的猛龙队，东部决赛击败凯尔特人，他创造了奇迹。击败绿军后，詹姆斯彻底瘫到了地上，以至于在东部总冠军的颁奖典礼上，詹姆斯一个人瘫坐在角落看着队友庆祝，他实在是太累了，累到没有力气站起来。但是最后骑士还是输了总决赛，本来在总决赛第一场骑士有很大机会可以赢的，如果那一场赢了，后面胜利的天平说不定会倾斜于骑士。在今天的采访中，詹姆斯表示，总决赛第一场当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暂停时非常沮丧，回到更衣室后我的情绪无法控制，一拳打在了黑板上，这也是导致右手挫伤的直接原因。随后詹姆斯说道，那场比赛我付出了所有，我期待胜利，但是胜利却从手中溜走了，某个了哨子，某个回合的问题也让我们感到绝望，那场比赛的失利我始终无法忘怀，但是现在我放下了那个时刻，现在我会调整状态迎接新赛季。